无痛胃镜呢，主要是在普通胃镜的基础之上呢，加了麻醉，那么无痛胃镜的副作用其实主要体现在麻醉方面。那么，胃镜检查本身啊，还是和普通胃镜检查一样。那么无痛麻醉之后呢，它的副作用呢，主要是一些呼吸抑制心率减慢、血压下降等等这种心血管系统的副作用。当然这种副作用是很短暂的，是很啊是也并不是非常常见的。那么而且检查完之后呢，随着药物快速的清除，患者很快。